今天是我住在这里最后一天，然后我约的12点搬，我约的2点搬家，但是他们说提早来的，12点前我就要来，然后现在已经11:03了，我还没有理好，大概理成这么个情况，就床这边柜子里面东西都还没有理，然后这边东西差不多理好了，超多东西哦，真是烦。刚才接到一个电话，搬家公司，他说1点半来，终于可以不用那么急了，快理好了。然后他给了我一个超大的用来放被子的一个袋子，看一下，这个宽度基本上和我的床是一样，我床是1.5米的，然后就很大，莫名其妙很大。哎呀，这些东西怎么理啊？我基本上都已经理好了，哎，都基本上理好了。就只有我估计要捧在手上，然后所有的柜子基本上都是空的了。还有这个东西，这个 punching bag， 这个 punching bag 下面是有水的，但那个放水那个出水口被，它自己的盖子完全堵住，打不开了，没有办法，所有的柜子就空了。然后这边也都是，厕所也都空了。然后现在打算这边都空了，我打算去买个便当。他本来说12点到，现在要到1点半，现在12:50，去买个便当。好了，我已经在新家里面，然后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今天是第一次，就算搬进来我也是第一次。然后我发现几个比较酷的地方，我拍一下。首先呢，这个在哪里呢？啊，对，第一个是厕所，厕所这个。这个窗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那种移动，但是不是，它其实是摇的，对，然后摇了之后它那个百叶窗就变这样，哇，是不是很酷炫，变这样，这是全开，摇着就关上了，是不是很酷炫。然后第二个呢，这边的这个窗，大家经常可以在日剧里面看到，这个窗的外面是关上的，然后它其实有这么一层东西的，然后就可以把它，可以把它完全关上。哇，这个效果是不是比这个窗帘好很多？啊，这边也是一样，也是有这个外面一层东西。然后这边这个第三个很酷的东西是这个窗的东西，这个窗它两侧有这个东西，然后它上面写着一个汉字，有没有看到？然后往内翻一下之后，它就可以，哎呀，需要两只手操作。它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变成这个样子之后，它还是可以上下移动的。我靠，是不是很酷？但最好是两只手操作的，一只手操作有点困难。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反正就很酷。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间的，发现这个房间没有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是有开关的。那这个开关是按什么的呢？很奇怪啊，这没有灯啊，但是有开关的，还好自己有一个灯。然后这是我的被子，然后这个是怎么算衣架吧，衣柜。然后
其实我是打算把电脑放这边，因为这边是靠马路，那边是隔壁是有人的，放这边它隔音会好一点。但是空调又在这里，就很矛盾。这边是一个，这边是没有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灯啊？它，那个是开关，那个这个东西大概是上面可以装灯的，我觉得。然后从这边过来，这边是洗衣机跟冰箱、微波炉，这边是灶台。这个下面就是常规的那种地方，刀啊、厨具什么的。这边厕所，就是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上了年纪的住宅都会像这样是没有那种温水坐便器的，我觉得那个很好，可以是这个用。这边还有很复古的这个照明的，就是没事就关灯，不知道能不能换，应该可以换。下面，这边是洗澡的，大致上就是这样的。现在是搬完家第二天，然后我刚才洗了一个澡，让我想到一些事情，觉得这是一个租房的经验，就是没有租过的可能不会想到这个事情。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它这个位置很低嘛，然后你不可能说是站在浴缸里面洗的，你肯定是要站在这里洗，因为它这个包括这个固定的位置跟两个固定位置都这样。然后如果你是站着洗的话，那你满脸肥皂，眼睛睁不开的时候，你就要弯着腰。就是你要弯腰去摸水龙头就比较困难一点，就这样描述可能比较没有感觉，就是你操作一下就会感觉这个位置的水龙头是没有那种位置稍微高一点的水龙头来方便的。这是一个经验，就以后租房要尽量避免位置这么低的水龙头，因为位置这么低的话你肯定要这里找一个小凳子或者怎么样要坐着洗，就感觉不像站着淋浴那么舒服。然后我今天起来感觉头很痛，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装完咖啡机来了一杯之后，我发现了原来是这个咖啡的这个戒断的，因为我已经两天没有喝了嘛，然后原来是这个原因。我现在喝了就马上感觉神清气爽了。昨天我在这边睡了一下，我发现因为这边是靠近路的，那边是有一条大路，所以我昨天试睡一下，我发现在这边比较吵，所以我打算搬到这边的靠墙的位置去。我跟你们讲啊，我住的还没有住，这个脚和这个脚我已经撞了四五次了，才两天啊，现在基本上算是网络弄好了。然后因为下面还要再铺一个地毯，要把整个桌子跟椅子都放进去，所以我现在只大致试一下。我又多放了一块 1TB 的硬盘上去，我真佩服他，佩服这些日本的施工人，他们就很利索的全部搞定，然后把原来那个面板装在下面那个面板还给我，这个是原来装在墙上面板，里面外面都换掉，让他把那个还给我。然后他在外面也有一些施工，反正就是很厉害，他可以从墙里面的管道一直伸到这边的一个墙上的一个有一个算接电箱一类的东西，然后里面操作完，反正很快，整个操作时间十分钟都不到，我靠，佩服佩服，而且态度超好，日本这方面还很厉害。现在是搬家第二天晚上，但我刚洗完澡，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头上已经有肿了，就是因为这个脚，我今天又在这里撞了好多次，我靠，我觉得我头要变大很多。
今天来到尼科利的环八路的店，这边感觉很像一家，一楼有个驻车场，停车场很像一家的停车场。这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地方，他们放米的就这么多。我现在来到了二子玉川的无印良品，然后发现旁边有这个哥本哈根的 Flying Tiger， 这边还有来自美国的 Shake Shake。超多人，好，刚刚从尼托利的无印良品回来，然后尼托利买了像这样的收纳盒，买了三个，两个是抽屉式的，一个是翻盖式的，然后还买了两个灯，还看超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日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偶然人生。然后还要买了一点蜡烛，那就买四个味道，这个系列四个味道都要买。然后无印良品这个精油也好贵啊，就是那种上面插个木条的视频，每瓶2500日元，这个是也2500日元左右，这个是放在香薰机里面用的。哎呀，然后等他4月份把单送到，我就可以装了。